中国的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涉。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我们坚决反对这个跟我们建交的国家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因为它干涉中国内政，也违背国际公认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那么我们也多次警告民进党当局，依靠外部势力搞对抗谋台独分裂，这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